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这一讲我们讲 Node.js 爬虫当中的一个最后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我们在项目当中呢也是用的最多的啊。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用到这个 Event Progression 来控制我们这样一个并发。那么这一讲呢，就要用到另外一个并发。这一个并发呢，啊，就是我们的就是 S A Y N C 哈。 这样一个并发，它呢是作为在 event p r o r e s s 当中呢更高级的这样一种并发的一个控制。那么还是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蜘蛛在快速访问的时候被服务器拒绝了，怎么办？那么上一讲当中我也给大家说到，那我们就指定一个量啊，指定一个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里边呢有五十个任务，对吧？然后呢，我希望我在另外，我希望这五十个任务呢，就像一个池子一样，我这里边呢放了五个，这个五个呢，相当于是我们的叫啊，我们叫任务啊，叫任务池一样的东西。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呢，就是总任务。那么。 任务池，我希望的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任务池里边啊，五，它每一次在进行处理完了之后呢，那么它这个五里边呢，就是这个任务池里边就会减少一个，对不对？就变成四。但是呢，你的总任务呢，相当于你就算五十个，你有五个在运行，相当于你也是有还有四十五个没有运行。当我的任务完成了一个的时候呢，这里边会出现什么样子呢？那么。 五十的时候呢，它会减少一个，它是四十九，对不对？那么这个五里边呢，就会分配出有两种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我现在呢是变为四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还要为它呢增加一个，对吧？所以呢，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任务，这个地方呢，就从四十九里边呢，就另一个任务。这个任务的话呢，我就希望呢，它能够，呃，把这一个我从四十九里边加减拿一个任务。 啊，我从剩下的任务当中呢，再拿一个，然后呢分配到里边儿。总之一句话，在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呢，我一直要保持我的任务池里边有五个啊，就是、说最多五个哈，最多五个啊，五个它减少一个四个，那你总任务里边再下来一个，一直呢保持我的任务仅有五个，一直到所有的任务进行一个完成啊。OK。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并发当中呢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保证我的量就五个，如果你任务没有完成的话，你减少一个，你就从待处理的任务当中呢去拿一个进来，处理完一个再加一个，处理完一个再加一个，如此这样一个处理，那就是我们这个啊高级并发控制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OK，那么这里边所涉及的内容呢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结合之前的一个代码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地方呢，已经把这一串代码呢，已经给大家实现了。那我们仔细呢分析一下。大家呢看到我们现在这里边呢，我们先看这个地方。首先呢，我这个地方呢定义了一个当前的这样一个连接的这样一个并发计数器，我现在是零啊，注意一下，我现在是零。然后呢。 有一个奋起 URL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是我去抓取这样一个链接。我在抓取链接的时候呢，每一次都会给它加一，我每次都会给它进行加一。然后我加的时候呢，我每次就会把这个内容呢给打印出来，同时呢，我要给它做一个内容呢。我在取它嘛，取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呢，这个内容呢，啊，做一个这个地方。 应该是要做一个剪剪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做剪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做剪剪，我这个地方就啊先不处理它。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URLS，首先呢，我们这样一个通过 C l o a URL 呢，它会去拿到这样一个。 整体的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里边包含了呢有四十个的这样一个列表。那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呢，也给大家看到了啊，这四十个列表呢，这个地方呢，我其实给大家运一些，对，就是这四十个，OK，就是这四十个，OK。那么他拿到这些内容以后呢，他就会把这些内容做一个解析，然后呢，获取首页所有的这样一个链接，完了之后，他就会把这个链接呢，通过爬取的方式放到 URLs 这样一个。 数组里边，所以呢，在抓取完了之后，这个 URL 的 s 这样一个数组里边就有四十个内容。这四十个内容就是我们刚才给这儿给大家所看到的。现在呢，嗯，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对这里边分别要去抓取每一个链接里边的内容。怎么去抓取呢？大家都知道，获取内容的话，我不需要多讲了，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super agent 的 get。 啊，获取。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有这样一个方法，它有一个 map。这个 map 呢，它有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这样一个总任务，这个总任务呢就是这个数组。那么这是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呢，就是你要保持我里边有多少个，保持五个，每一次保持就保持五个。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回调的这样一个。 函数，这个回调的函数呢，就是首先呢，我这个地方呢分起 URL，然后呢，有一个 callback，啊，这个地方呢就会传到这里边去，然后呢，做一个回调。这个 callback 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要回调的内容。OK，那么这个 callback 拿过来，就是你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呢，是你每一次要做这样一个。 方法啊，就是每次你要去做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地方是表示你在做完了之后啊，做完了之后呢，就整个做完了之后啊，要去做的这样一个处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每一次去做这样一个呃获取的时候，你看哈，我去获取这样一个内容，获取完了之后，它再一次进行了一个调用，再一次调用的时候，就说啊、呃，我刚才啊、呃，刚才我也给大家说的。 比如说你一个我任务还没有完成，对不对？那么你当你一个任务完成了之后，那你就要再一次去调用我，然后呢，你再一次去调用这个方法呢，这个方法呢就会去把这个内容呢，啊，再给我把未未完成的这个内容呢给加进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把这个减号呢加加呢，我改成减减。OK，这个地方呢，我要稍微处理一下。所以呢，在我们的代码里边，OK。 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边这样一种啊写法，OK，减减，好，这样的话，这个内容呢就可以正正常的执行。咱们呢去运行一下这个 load，OK，、okay, 那么咱们现在呢去把这个例子呢去运行一下，啊，SYNC。 好，咱们看一下这个内容的这样一个输输出吧。OK，大家会看到这个内容呢正在进行正正在进行处理。这个地方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这儿有，嗯、呃，这是在获取，你看五个。这儿的话呢，我把这个内容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有点中文乱码的问题，我把它先给它稍微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漏的啊，OK，这个地方呢，other size 啊，这个地方我们把当前并发数，OK，当前并发数是。 多少？这个地方呢？正在抓取的链接，正在抓取的是什么？然后呢，下边的话呢，我我们再来看一下。OK，先这样。 嗯、um,，no right sense。我不保存吧，这个地方重新说理一下。 发术嘛，这个地方呢，我直接输一个 link 吧。这个地方好像是不知道他怎么写不了。 那是这个编码的一个问题哈。OK，这样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看一下这个内容。你看的哈，这个你大家会看到这个 count。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开始的时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对吧？然后呢，这五个来了之后，然后就是获取五个，获取五个就是获取这个链接啊，获取第一个链接。获取完了之后呢？ 啊，嗯，大家会看到这儿有五个，对不对？五个，然后它第一个获取的时候其实是确实 F 七这样一个获取的是这一个，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异步呢，它的它的那个就是顺序呢，就是返回的顺序它不一定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地方它获取的这样一个内容呢，获取成功之后呢，然后又有一个内容呢进行过来了，有五个，又啊，就相当于其实这个地方完了之后其实只有四个了，对不对？四个的时候呢，它又通过这个 callback 呢。 啊，又去调用了这样一个，所以呢，它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五个的一个情况，大家看到没有？一直保持的是五个，一直到最后呢，所有的任务把它完成。所以看到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啊、呃，一步的这样一种控制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保持它只有五个在里边进行这样一个操作。OK，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个呢，和我们刚才所说到一个我们。 把这个定时任务给加上的话，我们每一次定时的时候去做这某一个操作，那么当我们的任务量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任务要进行抓取，但是呢，现在呢，我为了这个服务器呢，同时在我同时请求呢是要对我做一个限制，就是它不允许我访问。 那么现在就可以双管齐下。第一个的话，我可以控制我的并任务的这样一个并发量，就我有很多的任务，但是我也可以通过一个并发量来进行一个控制。第二个的话呢，我一次性我不抓取完，但是我是通过一个呃间接性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进行这样一个处理啊，每间接性的就是我一会儿来抓一次，一会儿来抓一次，来实现我们最终呢想要的这样一个功能。OK，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蜘蛛的一个程序呢，从 入门，然后呢，到后续的这样一些扩展呢，我们都给大家已经讲了，啊、呃，也有好这么多了，是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希望大家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融会贯通，把它呢全部呢，把它给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进行一个一个学习，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啊，我们这里边呢所涉及到一些知识点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啊，就有效的把它整合在一起，去实现自己。 啊，按自己的需求呢，去实现自己想要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到这一讲为止呢，我们这个 l o d j s 的这个爬虫系列啊、呃、相关的这个系列课程呢，我们就到此就结束了。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啊，虽然说这个课程里边并没有啊有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些事例给大家能够完全运用到实际的这样一些商业实际项目当中。 这里边呢，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的这样一个作用，希望呢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自己去多发现，去多总结。OK，那我们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的收看，好，谢谢，再见。